好久不见。今天去哪里啊？今天我们要去宜兰。宜兰、啊。南方澳。南方澳。对。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也没有去过。我去过拉东站那边，拉东。那个夜市，罗东，罗东夜市那边。OK。然后温泉的地方。但我那个没有去过。这是南方澳建立。Let's go。Breakfast restaurant， 妈妈乐早餐。妈妈乐早餐，然后这个呢？然后这个是菲力鸡汉堡。菲力鸡汉堡。对。谢谢。这个是红茶。耶！台湾的早餐。我还没睡醒。没关系。对。然后你会看到我戴绿色的帽子。对对对。Do you know what is the green hat mean？ No idea。你这要录吗？Yes. Okay. So the meaning of wear the green hat, that means if I got married, and my husband got a mattress outside, so I wear a green hat. Okay. Idea. 好笑，谢谢。我做试试看。Okay. Do you want Taiwanese style this?How is it? 好喝耶，不是太甜，刚刚好的。妈妈，好喝耶。OK。然后三明治。汉堡，汉堡。汉堡。对这样。いただきます。非常好吃，谢谢。鸡肉跟对那个蛋，鸡肉面，好吃。So one of the owner is Hong Kongese. Oh really? The boss wife. Oh, boss wife is Hong Kongese. Yes. Hong Kongese, 棒棒。谢谢。南方澳怎么样？很好看，但是下雨。但是我们拍很多
对，好厉害的照片。对，你怎么样？欢迎来豆腐家，很美。他会碰到 YouTube 吗？夏天跟冬天都可以来观浪。对对对。对。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对。谢谢你们。我们等一下要去罗东吃完。罗东，罗东的夜市那边吗？对。对。不用 vodka 吗？啊？不用那个 whisky 吗？因为没有，晚上再来。我的练腹肌。第一次看 YouTube 吗？真的吗？对啊，看到这么专业的，设备很齐全，什么都有。蒜味拉面，是我刚刚吃泡菜是吧？第一次看爸爸玉米笋，玉米笋在拉面里面，好吃。因为多多也是吃那个细米，家乡对家乡，家乡是通骨拉面。他是日本人。OK， 那你中文还讲的蛮厉害的。是是是是。然后我是那个拍 YouTube 影片的。他是 YouTuber。是啊。他是美食 YouTuber。那我应该。哈哈哈哈哈。漂亮一点。你好吃，谢谢。是是啊。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二月份开到现在。二月份。对呀。很好吃。谢谢。味道还习惯吗？不错不错。因为口味上面我是比较用关西单口的酱油。嗯。因为我是来自福冈县，然后福冈是福冈九州啊，所以福冈是通骨拉面有名的地方啊。然后这个是北海道的重点的那个重点，还习惯吗？汤头习惯习惯，因为也它也是用豚骨，只是它另外有加鸡骨的元素，鸡骨元素，所以你喝起来会带一点点回甜。嗯，谢谢，谢谢你。口味有需要帮你再弄咸一点。
哎、欸，我也想先一点。我喜欢鲜味。哎，一点就好了嘛，还是可以点很多。现在很多可以。香港日本的。中国也是最好的。对，咸一点点。你以前在日本学中文吗？没有，以前在香港学。哦，啊，香港哪里啊？香港哪一间呢？嗯，好吃。我要香港打一个哦。来，你应该仲系有几岁啊？30。我就嚟30啦。你是不是没带钱为什么你是不是都不想来那边来我住不惯了、啊、我其实早几年我又是在香港大我过了去澳洲めっちゃ美味しい東京で食べたラーメンと同じ那你一定不想住香港你在澳洲大ジャンを入れたらすごい東京の味がしますジョン・コーウェイが好きな人はここに来た方がいいですイーランっていうところの港町にあるところで多分日本人初めてだと思います2月に開いたらしいですバイリンガルエリアバイリンガルエリア You are minority in Taiwan 他現在在讀政大也蠻好吃的再過來就是再過來就是大學I'm introducing you. Ah, yeah, I know. You study 政治大学。嗯。I have a intern. 还蛮好笑的，这样讲。我还是一个 business card。然后搜索我的名字，然后可以找到我的影片 ，YouTube 的那大山是这个。嗯。那个样吗？嗯，应该那个1月9会要上去了。谢谢。很好吃。现在 YouTube 版很多哎、欸，嗯，好多哎、欸，比我好像有看，哎、欸，我真的吗？真的吗？没有，我也想，因为我也很常看 YouTube， 那就是从他的影片啊，只有他的影片，嗯，因为你的脸比较大众，也不是大众比较比较 special， 我的脸这样很 special 吗？就是、会吗？嗯，会，真的。所以我在夜市里面看到的、啊、然后泡菜有喜欢吃吗有那很好吃耶在那好啦，然后这个影片播放之后，然后就有警察来了。为什么上班可以喝酒？对，是一群人勇气。好嘞。